Hello， 现在我们来看这款非常实用的随身小包包，还有乐色可选。首先我们看包包整体是采用尼龙的材质，具有防水防刮的效果，背起来非常的轻便，还十分耐用。其次我们来看它的侧面是分为了四层拉链带，非常实用，方便我们归纳物品。这款包包呢，在背面我们有搭配一个松紧带，可以挂在手臂上，另外还给大家搭配了一条长肩带，肩带长短可以调节，侧面采用金属挂钩连接可拆卸，细节处拉头是一个别致的心形，拉链顺滑一拉。这款包包非常的小巧，但是它的里面非常实用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那前面那个口袋里面大小可以放下小镜子，第二个口袋里面可以装下我们的纸巾，中间的口袋里面可放眼镜，后面的口袋里面可放下大屏手机。最后给大家背上伸开效果，可以这样单肩，也可以斜挎，拆下长肩带就变成了一个臂包。